耶耶耶耶耶！东桥久别重逢，东桥的 reunion 啊，久旱逢甘霖，真的多久？三年，快三年。九阳神功，对啊，三年了。对，就，唉，哇！而且这个是我买这台相机两年以来，我刚跟我老婆说，买这台相机已经过了两年，然后第一次拍到我的合作伙伴，真的，这应该也是我几年那个第一次坐在就是副驾驶是右边那样子。对对对，而且你应该超久没有像这样，然后有人拍你，真的，这种都是之前的案子都一直在日本，然后都是人家拍我这样子，对，很少有这种对话的机会，实在是其实有点感动啊，说实在话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是拍一个简单的 vlog， 然后因为他很久没回来台湾嘛，所以我会带他去过一个算是韦恩推荐的，也不算推荐的行程啊，就是因为我是算新店人，台北人嘛，所以我就会带他去一些我日常比较常去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我要带你去我家附近的公园，然后虽然昨天这个行程被我老婆笑说很白痴，但因为我想说我要给你一个一日版浓缩的，就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。OK， 对对，所以我们吃饱饭之后，因为反正你也喜欢散步嘛，对，好，我们就去稍微走一下的。所以我今天就会知道韦恩是一个多无聊的人。对。那你这次回来，你已经多久没回来台湾了？快三年吧，快三年。有没有什么你感觉最大的不一样？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应该就是汇率的问题，因为现在日币超级无敌低，我记得好像一块台币可以兑日币 4.5 块，所以就是说在这边啊，就我有带日本的卡，然后之前就是在隔离防疫旅馆的时候就刷 Uber Eats。然后就发现，就是随便买一个东西，就是大概就1000块那个日币这样子，对啊，吃的东西的话，我是觉得也是变比较贵啊，就是可能这一年就有在食物有在涨这样。原本以为回台湾可以就是花小钱吃超多东西，后来发现其实好像就是你随便吃的东西都花蛮多钱的。回到车上啊，对啊，我们刚刚不小心在我家，然后就很入迷的讨论了很多东西，因为超久没讨论。对，还有回忆起一些东西，拍一些小短片有没有的？然后还回了一两封客户的信件。对，所以现在已经快两点了，我们都还没吃中餐的。我们接下来再要去吃蓝家割包，赞。今年来吃这家几次？今年应该有个5到10次吧。我靠，这家超级推荐，就是蛮推的，这还不错。Taiwanese burger， 和谐。下一站台一牛奶大王，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没吃过。但听说有名，我有听过。今天让你尝尝 ，Go。好，这是台大学生必吃的，对，台一牛奶大王。
我们中山大学的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好诶，好。我们点的这是什么？八宝牛奶冰。我家应该八宝都有。有有有。嗯。现在在那个台大校园 chilling， 对对，然后因为今天 vlog 的环节就是有一个，哎，跟大家聊聊天了、啊。那请问一下哦，你在这，对啊，比较正式是不是？对，请问一下哦，这疫情这三年啊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东桥？完全没有想要放弃的任何一点念头都没有，这样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，你这样等一下我很难回答。因为你每天都想放弃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诚实。诚实好，来来，我来讲一下为什么哈、哦。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种年代里，就是你除了有一般的工作外，我觉得还是要有培养自己的兴趣。那那个兴趣如果可以赚钱的话，是最好的。那我觉得这种现在这个世界不是零跟一百这样子，那零就是不做，一百就是做很疯嘛。对。那你可以选择说，那我不要花太多心思在这上面。但是我觉得整个放弃的话就有点可惜，毕竟我们都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撑到现在。那顶多可以像说，那我花每个礼拜花少点时间去做，而不要说那我干脆就不做这样子。Make sense， 给你一个赞。我就把刚刚的问题原封不动的还给文。那我们的疫情的这三年来啊，你有没有想要放弃东桥的心情呢？我刚刚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是曾经有一度接近觉得，哎，可能会比较放置 play。然后那段期间是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工作。反正有做一个类似兼职的工作，然后那个时候在那公司，其实我觉得混的乍看之下还算不错，对。然后我就有想过说，哎，如果在这边混的还不赖的话，可能东桥的东西会比较接近放置的状态。但那时候有在考虑啦，但其实我觉得我心中一直，即使我觉得有其他机会，我还是会蛮希望做一个自己的东西，就比如说像东桥这种自媒。所以我觉得比较正式的答案，我觉得算是有接近过考虑，但没有真正想要放弃。给你半个赞。然后我们的下一站光一喝咖啡，你咖啡呀、啊。第二站 B 台。B 台。做定位了，这家吃什么东西呢？这家叫碧水堂，它就是春水，没有跟春水没有关联啊。它是吃台式简餐，小火锅嘛，台湾最流行小火锅。OK， 对，然后也可以喝点茶。原来如此。我今天那个安排最后一站碧潭，就是因为是那个台湾约会景点，然后再吃一点台湾的小吃，我们在这个台湾的一天画上完美的句点。我们就可以去约会喽！哎，阿伦，今天一整天下来，觉得我安排的行程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像我这种难得回台湾一次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我即便是住在台湾的话，这个行程我也是喜欢，很适合当成约会的行程。那你会带来吗？有机会的话，那不一定有机会。Thank you.
啊，暌违三年的中英走桥的 vlog 就再次结束了。我是包括，祝晚安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